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毕竟就是说，在追根溯源上面，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寻根。再来就是说，从文化会延伸成为一个共同的价值观，而在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里面，人们是互相友爱的，是互助的，是一种善的力量。那么我觉得两岸之间其实更应该有一种和平的、友善的、互助的一种正面的力量。那我觉得像马英九这样就很好。那当然，民间有更多这样的活动也很好。